优酸乳变粉了，酸甜美味与春天绝配，和你一起期待下一站的精彩。好六街夺金大赛，全员爆改，赏金猎人。是什么让他们汗流浃背？已知2022年1月1号是星期六，请问2024年的1月1号是星期几？这个要算错了，你们可别在名侦探学院。这可是针对你们院人们出的题。哎呀，汗都给我算出来了。 又是什么让他们孤注一掷？3、2、1，看这边。哇！刚才泼我的不是水，是我脑子里进的水。你好，星期六手机合作伙伴优酸乳变粉了，酸甜美味与春天绝配。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周大生 Lucky 小金蛋开金蛋得吉祥。人生需要等待，淘宝你好星期六精彩一会儿回来。 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门票，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欢迎各位。这里是好六街2024春夏墨镜博览会，<笑>我们请到了全球最优秀的模特儿，非常的帅气。好，那么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好六街非常的热闹，甚至可以说有些吵。 因为我们小伙子们回来了，欢迎他们！为什么说回来了？因为其实最近呢，大家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播出的全员加速中当中，已经看到了这个对战季的朋友们。而今天呢，他们中间一些代表啊，来到了我们的好六街，所以呢，我们今天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设定。首先要欢迎的是我们好六街的老朋友、好朋友，我们的王栎鑫和陆虎，欢迎！ 岳鑫哥，这个表情已经僵了1分钟了，都冒汗了，哥。你知道吗？他连在后面四单败着准备的时候都，就一直在猎人的身份中出不来。有本事你整期都这样，我不信你不像。好，来，我给大家打招呼，欢迎岳鑫，欢迎虎鸡。嗨，大家好，我是励志活过片头，然后能够让我的歌迷朋友冲塔才能看到我的路虎。大家好，我是今天那个耳膜有一点不好的王岳鑫。哎，因为今天真的大家非常的热情。另外呢，除了这两位我们好六街的这个老朋友之外呢，我非常高兴，因为有的时候看到他们，我就觉得我要拿出我侦探的本本。<笑>是的，或者说我要看我们 Number 1男团的最齐的表演，好不好？<笑>同时，他们在这个全员加速当中又非常精彩的表现，欢迎他们。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涛。大家好，我是朴艺昕。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州，好久不见。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黄子文凡。这个人好眼熟啊！就是、你说这个哪个人？就是他穿的这件衣服，你敞开一下，你敞开一下。哎，就是许凯今天没录这一期啊。 怎么感觉他也在呢？当时锁住凯凯那把心门的锁，现在锁在了黄子的身上。他今天的任务也是锁住凯凯。不是不是，今天我的任务是为了让你们拿我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啊、哦，那现在呢，凯凯，刚才那个路虎哥前面有一串 title， 我们也有。哎。
哦，我有，是我们。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让你产生依赖，带你飞上 SKY 的石凯。Hello， 大家好。同时要特别要庆祝我们的弟弟丁程鑫出了新的单曲《Mata》。好了，那么在全员加速中当中呢，这是我们的朋友们都是被猎人追，所以今天让他们过足瘾，就是换位思考，今天大家都是猎人的装扮，没错。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设定叫做赏金猎人争夺战，这个游戏非常的好玩。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些新的分组，其实他们现在已经按组站好了。我们首先有五队，第一队呢是月薪跟文涛，赢了呀，名字已经定好了，掏心组合是不是？掏心掏肺可以。好，下面是虎鸡跟小普，好，下面是黄子和凯凯一队，赢了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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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输不了，输不了。另外是迪哥和九州一队，他们的对名很对，是不是？唐九州杨迪嘛，嗯，肘底按摩，肘底，嗯，给你们放松放松，放松一下，攻其不备，肘底按摩，对。好，下面是老秦和弟弟一队。哎，我们两个名字要合起来，我们老秦和小丁一对的话，叫小丁一对。小丁，小丁，今天这萝卜您是想切片还是小丁啊？小丁，好，这五组。那么请各位注意，今天五组当中会决出赏金猎人王，但是同时积分落后的两队将有极其可怕的惩罚。我们请泽林给我们介绍整场规则。今天我们五组赏金猎人呢，将会通过三轮的比拼来争夺更多的金币，每轮获胜的前三名可以在排名自己更后面的队伍当中选择一组，然后用抽卡牌的方式来抢夺他的金币，最终金币数最少的两组要接受我们刚才说的非常恐怖的惩罚。那开始之前呢，要获得各位的初始金，怎么获得初始金币呢？就是一会儿我们在这个你谈我唱的房间里面呢，会有五个箱子，箱子里面分别会放有10到50的金币，每组呢会依次进去拿一个，如果五组当中拿出来的箱子是相同的，他们就将会平分这个金币，然后如果这个数额只有一个组拿到呢，他将会独享。然后呢，最后一句话我一定要念出来给大家听，它就是真心换真心，很讽刺，很讽刺，真心很讽刺，很嘲讽。所以现在先聊好嘛，对吧？对，先聊好，大家可以先聊好，连得进去以后使诈。我个人建议是都拿50张，大家平分，开局都一样，这样也公平一点嘛。对，大家也知道我是一向是非常有真心的一个人，对吧？这些年都是这样过来的，这个就漂亮了。因为如果都拿50，有一队拿了40的话，那一队就遥遥领先，对不对？我就这么想的，对，我们这么想的。我们拿40，你们都拿50。他就遥遥领先。行，那你们最好拿的是40哦。好，你别拿别的哟。哥几个都心连心啊，心连心。哥几个心连心，别跟哥们玩脑筋啊。你们团平时也是这种勾心斗角哈，有没有？就是基本上就活在心眼子里。有真心换真心这一说吗？你们哪有，喝多了才有。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比如说我们0713内部已经不太存在什么真心换真心了。那我们南博万里面更没有这回事情，现在这个队伍又打散的，我就觉得真心对真心它就是个笑话。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笑话好吧。那现在我进到你弹我唱去等大家，大家依次进去拿箱子好不好？好，来，祝各位好运。行，那我们拿50，拿50哈，行吗？行，50，直接选吗？就直接选 OK。 后面多的是翻转的机会，决定了啊，就他，就他吧。好，行吗，何老师？现在我们的金币排行榜是月薪跟文涛40个金币，虎鸡跟小普30个金币，剩下的三队是16枚金币。那么接下来的环节当中，金币少的猎人队伍将会向金字塔顶端的队伍发出他们的猛烈攻击来争夺金币。来，各位听一下我们接下来的环节是什么。上淘宝搜淘出666，参与互动赢好六录制门票，还能抽最高666元红包哦，周周开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全员答题中环节。芒果超选首播开播了，上淘宝直播搜芒果超选抢惊喜好物，瓜分百万红包，优酸乳线条小狗春日粉妆上新，喝优酸乳赢黄金。优酸乳变粉了，酸甜美味与春天绝配，和你一起期待下一站的精彩。我感觉他是有指定动作的，你知道吗？等一下，
等一下，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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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抽一口就抽完，不抽到清零不停手，就他了，是什么样我们认了，不再抽了，抽，恭喜杨迪。你好，星期六首届合作伙伴优酸乳变粉了，酸甜美味与春天绝配。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周大栓 Lucky 小金蛋开金蛋得吉祥。人生需要等待，淘宝你好星期六，精彩一会儿回来。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遇见，淘宝你好星期六，精彩继续。好帅呀、啊！来到我们第一轮的比拼，大家现在坐在了一个装置里面，这一次具体的规则是什么样的呢？攻击组呢需要猜测每组答案是否正确，攻击组的话呢每猜对一个可以获得一个金币，多对多得，如果答对答题组原地不动，答错的话呢答题组就会上升一格，答题组答错了五次就会碰到最上面那个气球，该组呢淘汰。首先第一组的攻击组，路虎和普希，哦，这么久来了，进攻进攻进攻。我观察月星跟小丁吧，这个我见的比较多，我观察他们两个。来，请看视频。哦，帅，好好看啊。哦。啥呀？请问王鹤棣脖子上的眼镜带什么颜色？开始。你没听吗？老师，我有问题。你说。我不够潮，我不懂眼镜带是个什么东西，我能再看一遍吗？不行。他的眼镜用一个带子挂着的。应该是对的，因为月星可能不知道，但是我感觉文涛好像看到了。哦，对，文涛擅长这种。对，红色蓝的，他那天是他是蓝色系，那你没发现吗？随便写一个。我拍了这个 MV， 我在啊，时间还有五秒。哎，我们是不是四假装一下？三二，不行，别改了。哎呀！演的有点拙劣，是不是？接不到戏了，怎么办？中间俩怎么说？应该是对的，对对。好，时间已到了，我观察他们两个，对对。好，首先请虎鸡跟那个小普说一下你们的预测。我们有一个分工，我是观察的，首先是我的把兄弟啊、王月星，我对他比较了解，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就会皱眉。所以刚才眉毛已经拧成了麻花，是不是？刚才他的这个川字纹已经到嘴巴上了，都已经。但是文涛是感觉点了点头，很自信，应该是答对了。然后呢，小丁，我之前我们录节目，我们一组过，小丁是属于特别耿直的那种，他不知道他就会特别慌张，特别懵，但他今天特别的自信，所以说对对。而我观察的两队，首先第四队就好像没在题板上写哈，演都不演了哈。不是，刚才那个 MV 我在网上看过很多遍，刚才又小丁那一趴太精彩了。那请问小丁的衣服，小丁的衣服是粉红色。OK， 小丁解了几颗扣子？小丁解了两颗。你的注意力都在小丁身上。我以为会考小丁。哎，我就不一样，我在老秦的拐杖上，我看他那个拐杖要杵多久，就杵在那儿。我甚至还数了他们几个牌子。最惨的就是该考的题倒不会，没考题都会。第一组呢？其实他们也是那种眉头紧锁的样子，紧锁了吗？但是最后杨迪哥非常坚定地给我传达了一个信息，他说拍 MV 这天我也在。没看到我吗？刚才是没有。你这话说的，刚刚我在跳，要不要再看一遍？刚刚一闪而过第二排，有点过分。我根本没有在看视频，所以这一句话让我觉得有一点刻意，会不会是在迷惑我？你看看。所以我们的答案是错，对对错。
说我们答错，我不认可，不认可。来，亮出各位的答案。来，绿色，绿色，绿色，蓝色。小丁，你不是在录吗？你那天也在吧？在吧？就是我，在吧？在吧？你不也在吗？在呢。我觉得他们都错了。因为它搭配的时候，它有一个红色的丝巾嘛，在对对对对对对对，红色跟蓝色比较搭，红色跟绿色就搭在一起。哎，人玩的就是这个，大牌都是红配绿，我不管。如果真的出来的话，他们想表达的就是弟弟的审美有问题。有问题，嗯，不，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真是绿色，硬猜的，完全没看到。哎呀，糟了，主打一个体验，体验。老齐，他不但是脖子上那个眼镜带配的绿的，裤子配的都是绿的。阿如凯。好，现在答对的是第一组、第三组和第五组，唯一是第三组预测对了，所以呢，第二组将可以得到一枚金币，同时答错的第四组将要上升一格。来了。你们是不是怕我们看你们答案呢？接下来秦霄贤和丁程鑫攻击组啊，下题非常难。哦，为什么要这样？喜欢有难度的。那我们就全错。这回我的要求比较高，不能写，它是歌词题，你不能写错字。对，不能写错字，也不能少写。靠你了。没事，我看你写。来，请看题。青春心碎，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Cool。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将你我包围。他们俩应该是对的。时间还有五秒。4、3、2、1。时间到，请批评。来，哎，再给一会儿，再给一会儿。没有。哎呀，这是错了。能改吗？不能改，当然不能改。他们真的很像一个情景剧的那种。我都没接住。现在我一点都不希望他们有团魂，我只希望他们能团结的录完。好，来，请预测。咱们都是一个队友，打我们队。你可以质疑我们的脑子，但是你不能质疑咱们的这个身份。I'm a singer. Understand? 对，拿真心换真心了，开始有。对，哥们儿，真写对。你这么，你尝试一下。王子参加过深入人心，石凯也是深入人心第一期的。大点声，很骄傲的样子。哎，那节目记忆特别有。哎，我跟凯凯在这儿错了，那不是砸饭碗吗？至少对两个，是吧？好，来宣布，对，四个全对。哇！哦，对。好，现在各位请亮题板。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对了。救我爱如潮水，我将你我包围。
我跟凯凯在这儿错了，那不是砸饭碗吗？没事没事，皇子，皇子不为难你，只要你能演出，我将你我包围，你演得出来，我就算你对。你包别人的同时，还要把自己一起包在里面。哎，不对呀、啊，这不就是我将你我包围，不行吗？这不算吗？这么说吧，有反应，但不算精彩。于不得老师啊，生吧，生吧。那么恭喜秦霄贤和丁程鑫可以拿到三枚金币，同时来第五组再上一格。哥们儿，我海口都哥们儿，我真是真心真心。真心哥们儿哥，我把你我包围，行好。现在轮到杨迪和九州公鸡，你看他们俩啊。好，这道题呢有一定的难度吧？能不能给咱们点送分题？来，请看题。已知2022年1月1号是星期六，请问2024年的一月一号是星期几？20秒计时开始。啊！妈呀！只需要考虑闰年，但闰年它是2月28号之前，就还是加一就好。是个周末，是个周末，因为那天我在演音乐节。黄子鸿帆在算，金六和金日，你选一个嘛。这个要算错了，你们可别再明着他去。真的是，退出，这可是针对你们院人们出的题。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肯定对，肯定对。给那个小丁他们那组打叉，你看他那样，这啥意思啊？时间还有5秒，5、4、3、2、1。来，先给秦霄贤他们打个叉。黄子鸿帆还挺自信，刚刚他在那儿推理，姑且相信一下他的智力。黄子不行，他智力很差是吗？哦哎，那个不敢。信我，信我。OK， 就这信我啊。好。对对错错。为什么？根据智商来。我觉得他们两个能算出来。黄子那边是我看到他算出来了，我给他打了勾，他说你相信我，他算错了。黄子肯定算错了。哎，有没有可能我那天刚好在工作，然后我记得呢？哦，反正已经这样了，就这样吧。哦、来吧，请亮答案。周一，这边周 7，周七，你好厉害，厉不厉害？平时对你们的了解，不是我画了一个小太阳。来，先问一下为什么小普？不是闰年365天，两年就是这个730天哈，730天除以7，余2天，所以要往星期六后面数2天。对。好，所以问一下你们为什么是星期天？闰年嘛，往前面数两，往前面数一天，应该往后多一些啊。对，闰年往后面数一天，所以是星期天。星期天，我单纯喜欢星期日。那么祝贺迪哥跟九州可以赢得4枚的金币， yes. 同时呢，我们要把4号和5号上升一格。遥遥领先，老师，我有一个小要求，你说什么要求？可以再给我们拿支笔吗？笔掉了，讨论一下，在铁板上讨论一下。现在跟队友这个意见不合，想跑也跑不掉了。来来来，快给他们笔，差生文具多呀。差生文具多，差生爱学习。哎，哎，吓死你们！哦，来下一题，到涛涛和月薪攻击了。你看那边，不让他们答对，请注意。来，请看题，请写出3个女生会做的美甲类型。耶、哇，石凯居然写的飞快哦，我都画出来了，画出来了，开过美甲店。我陪我媳妇做过。什么？我陪我媳妇做过。快快快写。单色，喷绘，延长。浮雕，不可能错，不可能错。相信你们的爱情。你别给我上升到这个高度，你别上升到这个高度。
哎，我知道，我知道，是。来，咱们就写。OK。按照这个概率，我们得金币多，是吗 ？OK， 那就这样。来预测，来，请亮出你们的预测。错错错错！等一下，等一下，你们没有听到吗？王子说凯凯写了六个，没准你们能蒙中三个呢。他写六个，就说明他不确定那三个。好，来亮出答案，一个一个看啊。法式包边贴片贴钻和延长甲。哦，法式包边，我一个都不，我也一个都不知道。这些都是唐九洲答的。平时我和我妈妈在家，天天帮她做美甲。对了是吗？都对了。对。单色、喷绘、延长甲。我觉得他们写的这个答案里面不但有一种准确感，还有一种稳定感，就有一种我写的时候不着急。这是最常规的三种，最常规的，最常见的哈。文涛流汗了，热的热的，他预测的全错，你们这分拿不上了。长短眉，美甲。哦，没有做美甲，不是合理、啊。他做那种长的，长的那种的，然后短一点 的，还有就是裸色。对，没有。来，凯凯和皇子的答案：甲片、猫眼、贴纸、磨砂。哦，甲片，对，甲片。哦，猫眼，好厉害。猫眼好像是有的，猫眼有的，我好像。哇，我刚才看所有人猫眼，好整齐啊，大家。不是猫眼那个是透明的吗？是我们门上那个猫眼吗？嗯、往指甲上放个猫眼啊！等一下，我不信有一种指甲叫磨砂甲，那不硌得慌吗？ Oh, no. 哇，六六！那现在答错的只有第四组。全都答对了，太强了。涛和胡胡可以拿到一枚金币，攻击权来到了老秦和弟弟，同时老秦和弟弟要上升到第四格。你往上看。哎，我觉得咱是不是可以摘了，一会儿他们能不能快点结束啊，这个太高了。来，请看下一题，请写出三个我主持过的音综。来，准备音综。来，这不是送分吗？音综，披荆斩棘，快乐男生，快乐男生，不能写错一个字啊！这个方面我很严谨的啊。就写三个吗？就写三个吗？就写三个吗？多写几个的呀？对的，对对对对对。好，时间到，来停，来，请预测。对对对对。哇，这么厉害！对大家都非常的信任，这四分我们拿定了，真的。请第一组亮答案。生生不息，深入人心，歌手错。好，来下一组，宝藏歌手，生生不息，快乐男生错。啊？第三组，我是歌手，披荆斩棘，快乐男生错。第四组，生生不息，深入人心，歌手错。第一，我只参加过深入人心的嘉宾，我没有主持过深入人心。好严谨，好严谨。第二季我主持了总决赛，如果你写深入人心第二季或者深入人心二，就是对的。他们连护目镜都开始戴。这边为什么错？快乐男生是声音的声，不是生活的声。Sorry。那我们呢？第三个披荆斩棘是我们家小齐的作品，我从未参加过披荆斩棘。哦，没有参加过。哦，第四个还是深入人心这个原道理，好不好？你看他们错的比一致，像猎人，像猎人，像猎人。干嘛呀？我们很认真在写的，好不好？这四分都不给是吧？将心比真心呢？对不起，哥，没那能力。我心有。
脑没有。我以为这四分拿着手拿把掐了，你知道吧？掐歪了。那就炸呗，升是不是？准备开升是不是？首先很遗憾没有能够拿到分数，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升咖升到最顶上的顶流。顶流艺人，心疼皇子一秒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公布前三名来随机抢金币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宣布排在前三位的是王悦新、文涛五枚，路虎蒲一新五枚，杨迪、唐九洲五枚。你们都可以从黄子、石凯、秦霄贤、小听这边拿取金币。好，我先说一下这个拿金币的规则，就是现在你们面前呢有一个7×7的这个矩阵，然后每列呢是有5张数字卡，然后每列有2张是清零卡，只能从下往上拿，直到拿到清零，我们的这个金币数就是前面拿的全部作废。但是你也可以只拿1张或者拿到2张，加完分之后直接喊停，然后就不拿了。首先请决定是拿黄子、石凯的还是拿老秦、好小丁的。 我帮你们指，相信我。那我们先拿小丁他们好了哈。好，来弟弟来吧。没事，不是咱仨本是同根生的，相见何太急，你帮我们指一下吧。这个哪张？行，信你回答他这个吗？对，确定哈？确定吗？好。我们顺着往上再拿一颗怎么样？这个哪个？这个第三个。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的。快谢谢他，快谢谢他。这么快吗？没事，咱们仨都是16分，怎么了？对呀，一个也别想跑。对。下面是王悦新和文涛，来，走开。你们选哪一组？涛哥说，刚才不是拿小丁他们没拿成功吗？再继续拿。OK， 拿小丁了啊。按概率来说，这一列还有一个，这一列没有了。拿呗，其实应该往上拿，因为这一列就只有还有就6个里面只有一个，但也可以，都可以。哥，快，相信自己。哎，4个，继续，继续，是往上拿还是？加油，都可以。哥，你拿一个，随便。哦，好，6个，可以，六个，拿吗？再拿，继续。好，继续。差不多了吧，要不然我们太冒尖了。再拿，要不要收手？不收手。拿，清零。不可能，隔壁就也是清零吧？哦，他们没了。拿，有本事继续。拿，可以拿成负的。拿，来，潇洒。拿，来，拿。哦。现在已经拿走了15个，要拿就最后一个，拿就拿，我拿一个拿，好，不拿了。好，下面来，我路虎蒲一新来，请上车。来，你们俩再拿他们这一组，你们再拿这一组，来拿哪组？哎，既然这样，不如拿少的，不如拿少，赶紧下决一下。我就想看看我们负分是什么样。想通了哈，想通了，拿他们的，赶紧下决。这么狠，行，你就拿吧。你看看，4个，负3，继续。这么快？哎，每次听你的第二张必清零。皇子太吓人了，主打一个体验感。所以这一轮3组拿完之后呢，目前被拿走的只有秦霄贤和丁程鑫被拿走了15个金币。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面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全员对抗赛。哇，何老师，刚刚这个抽卡环节还是有点刺激的哦。是的，是。那现在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心情，喝一口优酸乳，酸甜美味与春天绝配。我们的优酸乳粉装限时上新，一起粉上春天吧。好的，那接下来要比拼的呢，首先就是经典的3-2-1，
看这边。第一轮进攻的是老秦和黄子，防守的是丁程鑫和凯凯，请上座。有请。真心换真心吗？这还能真心换真心啊？哟，你们这么叫嚣吗？你们今天呀、啊？不是，我说真心换真心，真心换真心。小丁，我经常看节目，网上都说你手很快哈，让你感受一下丁程鑫的水巴掌。好，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进攻。等一下，那个一局定胜负。对对，石头剪刀布是一局。对对，石头剪刀布。我们没玩过三局两胜的。嗯、啊，真的？这是什么？没事，黄子先进攻。来吧，手可以到水上。好啊，接近啊。三二一，看那边，看那边。哇、哦，还可以啊，很快。王子拿到第一分，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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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脸上今天，你的今天妆你都卸不了，哇，连油都涂不了。好六团，加油，加油。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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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友谊第一。什么？你泼完了说友谊第一？来来来来来，老秦进攻。来三二一，看这边。哇！看这边。哇！看这边。哇！哇！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泼。哎，你不是擦他吗？怎么擦自己？我以为凯凯特别贴心，去给他拿毛巾了。录了这么多期，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舔了舔，咂吧咂吧味道，苦涩吗？有点咸。心酸吗？好，现在一比一平啊，一比一平。第二，你泼准一点。哎呦，我泼挺准的。我跟你说，他泼得非常准。他的问题是，他力量特别大，然后皇子的脸又滑，跟溅到你这儿了。对。哎呀，合了。皇子进攻来。刚才泼我的不是水，是我脑子里进的水。来，接下来。我们准备，来，黄子进攻，三二一，看这边。等一下，不是为什么这节奏啊？不是，等一下，哥们，准备好了啊？看好了啊，认真听啊！哎、来，三二一，看这边。哇！看这边。哇！哇！哇小丁好厉害。二比一，没事没事没事，拉回来拉回来，二比一，黄子进攻。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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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凯凯在旁边戏好多，忙的呀他。好忙。来，黄子进攻，二比一。三二一，看这边，看这边。干嘛？干嘛？我跟你说，他事儿好忙，他真的好忙。而且他刚刚没泼出去，他是顿了一下，你知道吗？没有，他紧张，然后他顿了一下水。第一次看到有水是往上升的，来，没事。兄弟，反应是快的，反应是快的，反应是快的。对对对对对，别跟我说话，反应快不快？快。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不好意思，没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问错的反应快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这么的，这一。这把我不拿，哎，二比一，好，老秦进攻，来，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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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三二一，看这边。水巴掌，水巴掌，水巴掌，这就叫水巴掌。没事吧，哥？我真的听到了，啪！好大声！泽林，泽林破纪录了，哇，到这儿了、哎！上次是在这里哦，上次是在这里，这回已经破到这儿了，破纪录了。
三二一，看这边。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哥们，你过来，你过来，哥，过来过来，哥。你坐在丁程鑫的斜对角，没有好下场的，真的。可以可以，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没事。好，三比一，现在皇子继续进攻。挡一下，挡一下。七窍流水。好，来，三二一，看这边。哇、哦！看这边。哇、哦！哇、哦！没必要吧，没必要吧，也没多少啊，感觉。起范就对了。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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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哎，怎么两下就擦没了？但是也有泼到一点。泼到，泼到，泼到。等一下，你的头怎么防水呀、啊？好，来继续。三比二，三比二，秦霄贤进攻。准备动作好多。我们在这边看背影都觉得好忙。可以啊，快快快 ，OK 啊。好嘞，来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哦，哦，可以。三比三平。不是你们泼人家一下，然后马上站起来又演个短剧。这不管泼中了没泼中，都没泼中要演个短剧。好，来来继续继续，赶紧赶紧赶紧，继续来。来三二一，看这边。哎，来啊来啊来来来，他眼睛还没弄好，擦一下。那是擦桌子的。对不起啊，不好意思。擦脸的在我手上。对不起。哎呦，来来，该我了。哎，你离我太近了。你别离，你离远一点。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咱们玩都这么玩是吧？好，继续。来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哇！看这边。哇！哇！四比三，黄子领先。反超了一分，继续，继续，加油，老秦进攻。反超了啊！逆转，好看，好看，好看！赛点，赛点，送他走。来三二一，看这边。漂亮！哇！看这边。漂亮！哇！四比四，朋友们，四比四，哇！双方赛点决胜局，最后一把咱不要这个，怎么样？最后一把咱不要。来准备，皇子进攻，现在四平，皇子进攻，最后一把。我来了，别撑死了，我来吧。快，皇子来，来，三二一，看这边。你真要打啊？要结束了？好了，三二一，看这边。看这边，哇哇哇！自己泼的。好，丁程鑫和秦霄贤拿到了这一分，非常厉害，也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擦桌子。擦桌子，你太多了，你回了，你回了，你回了，你是澡堂子出来的哈。好，下一轮要进攻的是蒲艺昕、王栎鑫，防守的是陆虎、文涛。我申请换一下，因为我每次来都进攻。哦，对吧？那行，让文涛进攻。对对对，让文涛进攻。可以，来。你想泼他吗？你泼他也好看。我不想泼，你不想泼他，我挨泼吧，我。你让他把你右半张脸补补，你这边已经卸妆了，真卸了。你让他现在给你补补，因为你这半瓶已经没有。好，石头剪刀布决定进攻方，石头剪刀布。好，来，蒲艺昕先进攻。来，蒲哥进攻。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看这边。不让躲哈。我就上来了，你。
好，涛哥积一分。好，来，现在蒲熠星进攻。蒲熠星进攻。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哎，看这边。哎，哎，我怎么？你怎么反应慢还能跟上他的节奏？对，他好像是在配合他，你知道吗？三二一，看这边。好嘞。思考了一下，就越思考越出问题。不能思考，不能思考，不能思考，一定要提前先。我懂了，我懂了。对对对，不能思考。是我们外侧的这两位太善于思考了，这个游戏不用思考，不能思考，不能思考，不用思考。二比零，感觉跟刚才玩的是两个游戏，两个游戏。二比零，来，蒲熠星进攻，来。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漂亮。看这边，漂亮。这个泼水呀！这个泼水呀！这个泼水呀！五个强度，我等了一下，我说你防的这么好吗？没站过来，还可以，没站过来。但是你这个反应，反应是对的，是吧？保护你的那种欲望比较强烈，反应是对的啊，对对对对。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抢这个，对的，保护的欲望强烈。对，来，好，下面文涛进攻，现在是抢这个 ，OK OK。好，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嗨，看这边。嗨，嗨。泼是泼出去了，但是就人都是干的。不是，你是要泼谁？怎么没有泼到？那儿有一个人。水从我的眼睛。对，你得直线，像小丁那种。OK， 可以，谢谢虎哥，就这样。好，现在文涛进攻，二比二平。三二一，看这边，看这边。哇，闭着眼睛啊！哇，好帅！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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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看这边。哇！看这边。哦！搞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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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错了。我刚有点仇恨在身上。他泼了文涛。你泼了文涛？没事，没有泼得很准。泼到一半也意识到错了。干一个！哎，不，不要，干一个，没事，干一个。来来来，好，提一杯，提一杯，提一杯。三比二，三比二，蒲熠星进攻。我进攻。来。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哇、哦！看这边。哇、哦！文涛又拿一分。胡哥，不要再看上面了，真的，一直看上面。那个游戏叫三二一，看上面。这是我的思维惯性吗？真的，一直看上面。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小普是这样的。我们通常玩十级之后能剪出一个规律来。哦，你四把已经有规律了，现在是你的赛点了，因为你输了四分了，这次再输就输了啊！加油啊！我四分全是看上面的，不可能。姐妹，不是大差不差，有三把。进攻，大差不差。大差不差，来准备。我们进攻哈。三二一，看这边。哦，他也不会看上面啊。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哎，你自己喊，我喊。可以喊，他可以喊，一起喊哦。哦，应该是进攻方喊。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哎呦，好吵。三二一，看这边。哎呀，哇！看这边。哎呀，哇！哎呀，哇！对了，舒服。Yes， 我能多一次，终于上道了。虎子不知道是在哪儿学的录节目的一个非常好的那个习惯，对对对，就是给自己有很多的音效。对，他刚才播完就耶嘿。好，现在蒲熠星拿回了一分，四比三，文涛进攻，依然是小蒲的赛点。好，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看这边。又
是四比四，又是四比四平。哇，我们两局都来到了四比四，哇！快啊，我。虎子，你应该先泼再叫，不要先叫再泼。对对对对对对，先叫就反就慢了。对对对对对，没关系没关系，现在最后一把，真焦灼呀！最后一把是吧？最后一把了，加油！最后一把，最后一把，最后一把。借一借小丁的手气，来，文涛先进攻，来，三二一，看这边。看这边，可以，行，没保护住，太快了。真狠、哦、我就说平常哥几个陆明学压力这么大呢。王月欣和文涛赢得了这一局，好，哇，下面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游戏，名字叫做三二一拍。好，接下来是一个新的环节，叫做三二一拍。这个游戏怎么玩呢？来，我们看一下游戏的规则。我们两个人呢会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后面的人呢会把两只手放在前面人的这个侧边，然后前面那个人呢会把两只手放在自己的两个耳边，后面的人呢需要戴上眼罩。当我说口令三二一拍的时候，下面的人需要撤掉自己的左右手的其中一只，如果上面的人打中的是脸就记一分，如果打中的是手就不记分。对，看两个人谁打的次数多。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第一轮是杨迪秦霄贤，请上场。好看名场面打脸现场。迪哥咱俩，迪哥没事啊，帮我报仇，狠狠的呀，真的打脸现场。但是老秦没关系，因为他打你之后就换你打他。对，哦，是这样的呀。是啊，没听明白吗？你得扇风，扇出风来，你知道吗？现在水巴掌已经不能满足大家了，是不是要来真巴掌？好，迪哥请戴上眼罩。哎，迪哥，你眼罩戴没戴都一样哎，你这个。哎呦！来，请听口令，第一轮，三、二、一，拍，拍。哇，拍，哇！真打呀，真打，真打呀，真打呀！没事，再扛三回，再扛三回，来坐，来，来，快点来三，快点快来！你都拍不拍？杨迪没给自己留一点后路。哇！来，第二次，三二一，拍！三二一拍，好爽，来第三轮，三二一拍，三二一，第四轮，来第四轮，来三二一拍，三二一拍，好，杨迪积两分，你有你的，你有你的，等一下，来再见！再见！杨迪老师，摘麦，录制结束。摘麦结束，算上。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迪哥今天帮你爆改，怎么大家都有种不过了的感觉？我也没特别重吧，好像还行哈。怎么了你？精神状态还好吗？帮迪哥瘦脸。好，来吧，稍等稍等，我来放位置，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好，来，准备，老秦的进攻。救命！好，听节奏，听节奏。准备，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来，第一轮，请听口令，三、二、一，拍，拍，拍。不是，主要他还挺了一秒，他那个气势做得很足，对对对，但是打完还是要，还是有一点轻，有点轻，我觉得，嗯，对。我觉得老秦是这样，老秦是嘴硬，你知道吗？他手虽然拿很远，对对对，但落的时候有回收一下，是，所以能感觉是，其实但是寸劲儿是不是更疼？嘴都有点打歪了，正好打嘴上，寸劲儿更疼。好，来第一把就击中，好来，第二轮，三二一拍，三二一拍。好，没积分，没积分。来第三轮，三二一拍，三二一拍。好，打中了，记两分。第四轮，三二一拍，拍。我宁愿接受别人打我，但我不允许别人把我的发型弄乱，真的。接下来第二轮，凯凯和九州。好看，好看，好看了。好，首先是凯凯站在九州身后，下辈子找个好的对手啊！来，他好紧张，九州在抖，来，我怕石凯扇死我。来，好了吗？好了吗？三二一拍，三二一拍。有点抖了，他这个脸都。等着啊，等着啊，来。第二次，好了，三二一拍，三二一拍。打了吗？打到一次，来，打到一次。嗯，没有，我打到这边，我打到这边，我打到这边，没，打到这边，防住了，防住了。哦，好，你不能两个手都动，你这我就想看找一下位置。你该哦，我以为你在抚摸他的脸，用摸当打，你只是扶住他的脸，好，这边打得更稳。待会就这样啊，抓着打。好，现在两把都没有打中，第三把机会，来，三二一拍，三二一拍。哦，打到。哦。还可以啊，好，下面换九州，来，可以真打吧？当然可以真打啊！我们都真打的呀，前面，你看我们都啪啪的，啪啪打，你把戒指戴上。不用不用，要超过那个水巴掌，那声太响了，那水巴掌才疼。好，来离远一点，手离远一点，一点点啊！不是，他把距离卡得很死，你先动好，我才能给他动他的手，你知道吗？对对对。你不能放那么远，石凯，你把他距离拉远，痛的是自己。准备，来，三二一拍，好，三二一拍，好，拍，好。第二轮，三二一拍，三二一拍。哇，这么大劲儿！哎呀，刚刚但凡是脸。可惜了、哦、玩游戏做我问为什么九州会问我一句是不是真打，他理解的真打跟我们理解真的有距离的、申请加赛他说你这人打我十巴掌，我下人只打三巴掌可以吗？不行，来不行，你等着吧，最后一下了，最后一下，请准备，三二一拍，拍。好，积两分，两分。绝交。哎，那后面有个巷子，我们可拦不住啊。我们可拦不住啊。我你。来，姐姐，来，好，好，演上了。舅舅，你右脸怎么肿了呀？录节目。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是这样的，所有的挑战已经完了，目前得分情况是王悦、新文涛积两分，杨迪、唐九州积一分，
丁程鑫、秦霄前期一分，路虎、蒲熠星、黄子、洪凡、石凯基零分。哇哇哇！那根据规则呢，是高明前三名的可以从低名次的人里面选。我觉得先让老秦跟弟弟来吧，好不好？来，有请。上一把谁拿我们拿的比较多来着？17是谁来着？我们的。哎，是你们的。对。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你肯定清零。我们想看看你们负分是啥样。不是，你们负就行了，没必要让我们负。我们就剩四分了。能负？不不了，负不了。不了一点，来吧。决定了哈。加油吧，清零。不会是这是每首？你来。六吧。六。你好，星期六，六一个。清零，就他了，你还看？找清零喽。走，两个，我再来拿一个吧。对，来一个。哇，我看不一样，这什么意思？哦，10个，这什么？这个是什么卡？这个什么卡？这张卡呢是我们的优酸乳粉装卡，作为这轮游戏的惊喜。优酸乳粉装卡呢可以为大家带来翻倍的金币，恭喜你们队获得了10个金币。哦，是啊，这10个金币也太多了，这个卡特别好看，我也想要这个卡。而且咱们的优酸乳也变粉了。没错，虎哥，你看那边，我们的优酸乳全部都变成了粉色，这是为了春天特别定制的粉色限定哦。这个还是优酸乳和线条小狗的春季联名款，好可爱。春天出门春游、户外露营、赏花时带上粉色的优酸乳最合适不过了。当然非常适合，春天到了，不仅可以出门欣赏粉色的樱花，还可以喝粉红色的优酸乳。让我们和优酸乳一起粉上春天，来，我们大家来分享，来尝尝看，来来来来来，优酸乳酸甜美味，与春天更配，大家一起干杯。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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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还继续拿吗？继续拿是清零哦。没事，我们喜欢玩刺激，反正我们就剩四个了。也是，对，你们现在太少了，需要那个再冲一冲。一个行，一个。继续，这太少了。继续。冲啊！冲啊！不要吧。抽到负分，就他了。我说什么？要抽就木有。你知道他翻过来那张牌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一个青字了。好，好看吧，这字儿。不得不说，老秦和小丁心态是稳定的。我们可以拿，我们拿谁？拿你们多少分啊？路虎和蒲熠星是35个，哎，黄子和石海也是17个。哦，那虎哥吧，30的，来抽抽抽抽抽，这应该不至于吧？还有本卡吗？嘿，哇哇，我们还可以拿这儿或者往上走哈。抽这个吗？抽是他吗？不可能是他吗？25%就是这一个。翻个清零给大家看看，走。哇，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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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太突然了，吓死我了。4个，三四五了，收手吧。2选1里面有一个清零，抽3号，迪哥信我，抽3号，就这个吗？对，信我，抽二。小丁说抽这个，你这样，你抽3清零，黄子红，抽二。你是不是刚看到啥了？没有，让我抽啊！二是什么？23。如果二十清零，我把那我们剩下的那4个给你们。四个太要了，太少了，太少了吧？谁要你们那四个？那是他的一辈子，你们留着吧。那是他们的全部，他的全部，没有，全部都给你们了。相信自己呀！耶！哇！你看你有多坏，哎，你好还玩吗？那么抽抽抽还要抽啊，抽不抽到清零不停手。抽这肯定，这个肯定概率小一点，概率小，就他。哇，对，抽抽抽还抽吗？抽，不敢抽了，抽现在很多了，抽
抽完他再也不抽了。啊、哦！啊！抽！我抽了！我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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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剁手！剁手！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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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醒醒！再抽一个！再抽一个！我不抽了！再抽一个！快抽！再抽一口气，抽完！哇！哎！哇！抽了！这是算抽了吗？抽了，抽了！哎！啊，就到这儿了，就到这儿了，就到这儿了。再抽，谢谢。抽抽抽，再抽，抽不到清零，不准不准不准换人。咱们再抽一个，说什么都不抽了，好不好？抽，这个这个这个，就他，好，好，继续，咱不要了，孩子，咱不要了，继续，咱不要了，孩子，咱不要了，继续继续，抽，快抽，往上走，抽抽抽，快抽，等一下，不能抽的，等一下，等一下。往上！哎呦，你们你们，我心脏不好，等一下，拉都拉不住。那我们最最最最后抽一个，最后一个，要不我就把手剁了。你刚才就该剁了，就想玩一个，玩最后一个，最后这个怎么样？行，我看行，就他了，是什么样？我们认了，不再抽了，掏。恭喜杨丁清零喽！不听话呀，孩子！我错了，我错了！哎呀，我刚刚为什么不收手？我也上瘾了。好，我们接下来进入最后的环节，全员滑溜溜，滑溜溜，呜！好的，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环节了，我们来听听看规则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滑溜溜的垫子上面来进行追逐战比拼呢，一共分为两轮，第一轮呢是单人战，每轮进攻方呢选择任意一个对手将气球在他的身后挤破，那么就可以开始追逐了。追逐的时候呢，要用指定动作，只要两圈内没有被抓到的话呢，就可以积一分；被抓到的话，那对手积一分。就用跳的好了。那我们就由文涛来进攻。哦，我来。文涛来进攻。这儿这儿，哥，这儿拿太久了。跳是吧？对，跳。小虎啊，小虎。黄子。黄子看着跳着就，他看着就跑跳吧。哎。哎哎，别！黄子，他也行，他俩都行。好，进攻是哎，右手右手右手。好，进攻是哎，右手右手右手。右边，舅舅回来。放乖，回去。不要求他了，不要求他了，让他自己来吧。为什么这个小孩这么努力却不动地方？为什么可以原地这么用力的跳？我感觉他是有指定动作的，你知道吗？他是走四步要摔一跤，走四步趴一下。九州已经快被文涛抓到了，龟兔赛跑，等等我啊！龟兔赛跑，等等我呀！真的，我感觉啾啾是有指定动作的。加油！他的动作跟别人不一样。啾啾，你忘了你是要追他，你回头看什么？别怕。哎，你俩谁追谁呀？你坐回他的位置就可以了。坐回他的位置就赢了。好。啾啾气的。好生气。好生气。好。啾啾，你休息一下。好，休息一下。我们派出皇子。来，皇子，能不能抽卡就看这回了，皇子。加油加油，加点节奏啊，我脚腕坏了，我脚腕坏了，他腰有伤，你脚腕坏了。我们好六团两个开始打感情牌，什么？一个说我脚崴了，一个说我腰有伤啊。
这种对于进攻的人不是好消息吗？看来跑的一定很慢啊。王子的性格肯定选强的，是不是？那边拿队友刷分，刷拿我们干嘛呀？对啊，卡路里爆表。哎呀！等一下，没睡，开始。来了！哇，王彦旭为什么这么快？好坚强，好励志啊！加油！等一下，等一下，哎！加油！还有一圈，黄子。好感人，太感人了，好感人啊！不忍心抓了。好感人啊，不忍心抓了。太努力了，月心被感动了，太努力了，比他在舞台上都努力。我真的不感动，好感动，好感动。好，月星把这分送给了黄子红凡。义父，义子，我们这样啊，我们下一个环节，鉴于大家的体力，还有想让我们这个环节更加刺激，我们第一改成双人战。对，大家套在一个游泳圈，而且就只有一圈的机会，追上就追上了，没追上就没追上。哇，现在来套进去，来准备啊。首先由虎子和小普发起进攻，来有请。我们还是要捏爆气球，这个不用像上一轮那样跳啊，玩命跑就行，就玩命跑就行。对，而且一圈就行，一圈。但是这个我们要严格规定，就是被攻击方只能从自己的右手出发，好不好？我们先走到那儿。好好好好好。来了来了来了，舅舅跑。走，好。走，好，只要一圈。一圈，一圈，只有一圈。斌哥，你在骑马了。小姨，你的一个加油加油，一个一个你的一个一个一个你的骑马了，一个一个啊，有机会快走啊，不行，胜利之道。有机会，他们也跌倒了。有机会，快走！跑啊你，跑啊你，跑！这儿吧，这个有机会，还有机会，快点停！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快点停！杨林站起来！还是单人站好，还是单人站好。好。不好意思，那迪哥和九州没有拿到这一分。下面要上场的是
月星和文涛来，有请。啊，兄弟不用开张，来。放了你们一马。放了半马。明显你们竭尽全力了，好吗？放了半圈的马。那谁？你说，周姐。没有啊。弄俩莽夫呗。好。哎，干啥？我这确实滑。他们现在小心翼翼地靠近他们的猎物。走，没打着。他们的猎物逃脱了。等一下。加油！加油呀！两边。等一下。加油！等一下，哇，好厉害，好强啊！加油！我们再来一次。加油！他们跑了两圈了。老师，放那首歌。我要。等一下，等我站起来。你们要不要考虑等他们一下？加油呀！加油！好可以。哎，我怎么感觉他们跑了两圈哦？是啊，他们本来早就可以坐下了，又多跑了一圈。你们怎么又不说话了？是不爱说话吗？现在他们是行使自己进攻的权利。来，加油，打个气，加油，冲呀！来，来，拜拜，来一轮帅的。帅不过一秒的，哎呦！凯凯、黄总，我跟你们说一下，因为你们是进攻方，所以节奏由你们自己把握。嗯，控制好，只要不摔就能赢。好，只要不摔就会赢，这分拿定了，好不好？好，这样只要你们能顺利的走到那儿，就已经是成功了一半。谁呀？累了，好，累了，那要不就放弃这次。3、2、1，走。好吗？这个太狠了。哎呀！加油！稳住，不摔就能赢。不摔就能赢。好样的！别摔，可以。哇，现在九州是被迪哥抓着跑，好厉害！凯凯，你们只要不摔，好厉害！只要不摔就赢了。稳住！加油！坐下来，不摔就赢了。坐下来！稳住！加油！坐下来！他们成功了！好感人！来个华贵。好，可以了，就保持一些体力。现在我们来宣布分数：涛涛、月星、鸡3分排第一，迪哥、九州2分，秦哥、小丁2分，黄子、石凯2分并列第二，有抽卡机会。我们有抽卡机会。好，各位，我们来。好，现在老秦跟弟弟可以来选
你们现在只能在路虎和小普那儿选。抽个卡，你热身啊！来吧，抽路虎和小普的卡。抽，抽，抽。我拿好，你好好拿，我跟你说，两分的，好来，再来一个，抽，三分的，再来一个，弟弟，咱就玩玩玩玩还玩，哇，你抽的也太果断了吧，那是不是就过去了？对呀，已经排名上来了，已经上来了，没事，你接着抽，可以，我们惩罚的是最后两组，最后两组。不够安全，加油！不够安全，不够安全。我们要抽到21才行。接受惩罚吧，就别在这想多的了。再来一张就收摊儿。还想进前三是不是啊？现在。三分，漂亮。走，不能抽这张哈。不能抽这张，只能抽这些。还有这张你也可以抽。来吧，来吧，青林，会不会在边上呢？就是，哎呀，你能摸出来是吧？哎呀，21了，20，哦，20了，还差多少？他离进前三还差几分？还差两分。还得抽，22了，22，够了，够了，够了，差不多，见好就收，进前三了，可以，可以，可以，进前三了，见好就收，你看，帅了。下面有请第一名的月薪和文涛，请上场，你们将可以从剩下的四个队伍当中任选一个。哎，四分，继续抽，继续抽，清零，清零，清零了，耶，呜！接受惩罚的就是凯凯、皇子、小普和虎鸡了。我们惩罚内容叫做猎人狙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接受惩罚的四个人呢，需要背对背坐在我们的转盘上面，由获胜队派一个人来插入我们的芒果卡启动装置，转盘开始旋转之后呢，由获胜队拍下停止按钮，转盘就会逐渐停止，然后接受我们的奶油泡惩罚。好，来来，现在请泽林把动感地带芒果卡插入惩罚装置，惩罚装置开始转动。好的，要告诉各位的是，我们动感地带芒果卡是由中国移动与芒果 TV 携手打造专属于 5G 时代的年轻潮流号卡，自带芒果 TV 咪咕视频会员，高清大片无广告，现在办还能抽超级盲盒来看我们的好流现场哦。好，那么现在呢，也有通过我们动感地带芒果卡权益来到现场的朋友，欢迎你们，欢迎。欢迎，同时呢，可以参与好六官方微博“动感地带芒果卡”互动，赢取平板电脑和更多超值大奖哦！是的，大家做好准备，来。好，我已经插进去了，涛哥只要摁下去就可以了。开始。把稳了啊！背面那个人是安全的，你们四个里面有一个人会是安全的。来，哇，谁是正面迎击？好，来，二三，停，停，还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炸我脸！哎呀呀！你们左右脸分别还能看，能拍？你别说。皇子赌鼻子还是有的，对，你看这样还是很帅的，根本看不到一点。可以拍个专辑封面，特别好看，真的。
亮，天气亮。优酸乳变粉了，酸甜美味与春天绝配，和你一起期待下一站的精彩。好路理想型守护站，理想型情话问答，是谁心跳失守？那你喜欢哥哥还是弟弟？哥哥，哥哥。哥哥，张小燕和陈静可两个选一个。陈静可。挺吓人啊你俩，我感觉像刚跑完步一样。理想型能力考验，有人在线撒糖。怎么亲上了？想看爱看。脑洞大开，心有灵犀，谁是默契理想搭档？为什么魏老师一直在演球啊？哇，好好啊！喵，好棒啊！哇，他们学的好像啊！喵喵喵喵喵喵喵！哈哈哈哈！我刚才一下没找着我弟弟，他是按摩椅的弟弟。有人冤家路窄，金汉保重，咱看这边，一雪前耻，我感觉，我戴眼镜。你们是有多恨呢？这么快！现在让你看看什么叫快。来，三二一，看这个。哇！来，三二一，看这个。真的是那种溺水的感觉。这个男孩叫小快，这还私底下都练什么呢？最终，谁能逃脱惩罚？王鹤棣手上有一张免罚卡。救命啊，王鹤棣！弟弟，你借我一下你那个免罚卡怎么样？作为这咱们兄弟情深，我就直接耿直一点。你好，星期六手机合作伙伴优酸乳变粉了，酸甜美味与春天绝配。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周大栓 Lucky 小金蛋开金蛋得吉祥。人生需要等待，淘宝你好星期六，精彩一会儿回来。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遇见，淘宝你好星期六，精彩继续。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淘宝独家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门票。感谢首席合作伙伴粉上优酸乳，粉上春天，喝优酸乳赢黄金。感谢合作伙伴周大生 Lucky 小金蛋开金蛋得吉祥。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门票。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你好星期六，你好漂亮，感谢你好漂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那就下周六再见了。谢谢。